保险套怎么翻？泰雅语保险套。保险套啊，不是可以怎么翻？卡巴波路。前面有保险套的。卡巴布克。卡巴有吧？布克嘟嘟路。哎，红包无情。布克嘟路。红包了。嘟路，卡巴那个巴嘟路。那个威尔刚好吃了会很厉害的，怎么讲？威尔刚。威尔刚啊。嗯，吃了会。顶靠靠。那个肉。哦。你观察一下。真的是，真的是。我肚里的那个肉。我肚里。那个肉。个那。肉是要。个那个肉。那个肉。不要装睡，赶快。那个。快点。那个。很湿怎么讲 ？Hurry。很干。没人物流汤小布刚刚那个说用力有没有刚才一句用力打爆打爆就是用力、叫老婆女生坐上面坐上面怎么讲我下包一手用力上面用力咬WWMurray那有时候位置坐歪了，快断掉，怎么讲？老公，干嘛哭了？啊？好，对对对。老公，干嘛哭了？老公，干嘛哭了？啊？哦。我没事，大哥没事，大伙伴呐。哦。高手出来了。啊，高手的。哎呀，你好，访问他了。破坏我的形象，我又不是林世伟。不是林世伟没来了，要欣赏他的优点。那个那么帅，林世伟没来。那两个，啊，金黄文过了。那个舌吻垃圾怎么讲？舌头搬来搬去，垃圾。不要啊，不要。那个技术，马瑞跟，我叫马力，马力，马力很慢的。舌头，舌头，舌头。哦。慢的吃舌头。嗯嗯嗯。马瑞马个贵个。马瑞马个贵，那他是马啥呢？哦，古板呢，古米呢？大概的。那个小孩子，小孩子要喝母奶哈，要吸那个奶头，奶头怎么讲？大意。母乳的鸭鸭，那捷运站有那个哺乳室哈，喂奶怎么讲？我们什么哺乳室还是哺乳？鸭巴哺乳室。捷运有那个什么哺乳室？鸭巴哺乳室摸到哪里乳到哪里摸哪乳头？摸到哪里乳到哪里？那个叫做赛德克的精神领袖。那个叫莫纳道，还有瓦利斯布里，瓦利斯厉害吗？你下次要写书嘛？写书吧，写那个趣味泰雅语啊，不是那个啊，跳起来怎么样跳？跳，我要翻跳蛋了，跳起来。哦，那个，对，啊，那个闽南语哈。你怎么还我都是那个东西。你不能这样还我。平常我是拍严肃，雅痞我不会拍这个。你们呢？我才能拍那个通俗，像综艺节目那个触鼻的。啊，等一下，内捧腰手，卡称顶靠靠，内捧，要站舒服，腰手腰很细，腰诶，很弄，有点很弄，屁股硬邦邦，卡称顶靠靠，屁股肚垫，啊，不练个肩，不练个肩，不练个肩，啊，那个练不练个肩，不练个肩，那是男人的，哦，肩太阳的。那个男生健不健康会看会不会踢球哈？踢球怎么讲？像这样躺着有没有？哎，独立的嘛，起来怎么讲？这个要问的有大师，独立的嘛？你独立的嘛？我会讲英文的。起来怎么讲？独立英文。独立。哦，那阳痿怎么讲？阳痿不得人，跑步机机机。那早泄呢？你三秒就出来了。早泄啊！谢谢谢谢光临，认真一下，再度光临，再度光临，很快就出来了，怎么讲？很快出来啊！
马卡斯巴奈，伊拉阿扬纳道林，道林，乌龟的头，乌龟的头怎么讲？乌龟的头，乌龟的头啊，啊，头啊，嘟嘟鲁古，乌龟叫鲁古，哦，是吗？是，哦，还有呢，吊打又乌达斯打脸。吊打，用打打脸，对吧？就是太长了，有的会用那个，那是甩女人的脸。到底有没有电？有。打篮球，好了，不要讲了，别讲了。哎，等一下。吊打吼，用那个五大师打脸怎么讲？你去找司令台了，那闹上了。哦，不能，我带你去玩玩。仁安乡是发源地呢。啊，并不是噶，全那个文面族的发源地呢。你们是精华。吊打用五大师打脸。把黑呢，人家好脸。啊，好。还有什么泰雅族好笑的？平常在斗嘴情趣，在房间里面调情的，不入。国人呢？什么意思？国人呢？翻国语是什么意思？下面通风了。哦，下面通风。对，下面有通风啊。啊，对，那个入珠怎么讲？有的男生里面会叫塞钢珠五六颗。那个为了让女生高兴嘛，塞五六颗。问那个我的有大师，有大师不叫讲。冰崩嘛，那个冰崩嘛，我们怎么入珠怎么讲？叫冰崩。放钢珠在那个我的包皮里面。叠珠呢？那有叠珠呢？没有，没有。冰崩都弄人了。啊，等你吃。京东是冰棒。京东是弹珠。哦，弹珠哦。他讲的对啊，京东是。好，你讲一下。那你讲没有？啊，你再念一次。你要不是你，我在忘记再念一次。京东都弄人了。京东都弄人了。打那。那一夜七次，一夜七次狼怎么讲？成功七次棒，一个晚上七次，那还有没有那个泰雅族跟老婆女朋友调那个情趣的对话，教学一下。啊，没有了。那个要比十个，好了，就这样了，不要再讲。不是我的意思啊，软一点嘛，不要太硬了，太硬了。哎，村长不要，不要这样，紧张在这里，紧张在这里。你看他泼这个什么？你对妈妈做了什么？紧张在这里。你不要在那边做什么？紧张在这里。妈的，我以前他妈早就中。不是，没有用好好的讲。你看你泼什么？我们对你做了什么吗？我说我们是表达不行，我们是有舆论不行吗？你做这个不当不必，公然侮辱我们原住民泰雅族，我们来破网好不好？看，我们来破网，可以啊？看谁倒霉？我们满族就不欢迎你，你为什么侄子这样做？好了，他在破网什么？你看，他在破网什么？连乡长啊、县长都讲了，乡长跟你有关系吗？我不能讲乡长吗？啊，乡长跟你有关系吗？他政治人物，我们可以自由舆论，怎么了吗？他公众人物，我不能讲吗？我讲公共建设，怎么了吗？你这什么？你这个什么头脑？那上法院嘛，上法院嘛。你也想吃我们的钱，对不对？上法院嘛。我们没那么笨啊！你不要动手。我们这些人不欢迎你。你在恐吓是？你回去，这不是你本尊。我是代表马鞍村跟全部原住民。你过来侮辱我们五大比比的，那你真的习惯？你录影嘛？你录影，你录影就赢了嘛？法律有这种公平的人嘛？你要挑衅几次？你是在搞一些外围团体啊？我们都不管你了，你他妈牵涉到我们村里面的工作？你们骚扰我几次了？我们是说我们不习惯你这样摆，你会感觉到我们被伤害，被侮辱。你录音嘛？你还有电录音？好了，村长。